看见了吗？这是中华白海豚，存在于关美岛海域里的中华白海豚，国家一级濒危物种，有着海上大熊猫之称。我现在不管什么大熊猫小熊猫，不要耽误我的工作。在面对敌人的时候，无论你有没有信心，都不要露出胆怯。你要相信自己是无所不能的，要用强大的气场去压住他。张总，作为清楚，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